佛法把成见分成两大类，一个是因上的成见，一个是果上的成见。啊，没有成见，人到没有成见的时候，你处事待人接物就一帆风顺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自己没有意思，啊，别人多好，啊，但是你有智慧，你能判断。别人提出了好的，你一定服从，一定随顺。啊，提出不善的，你可以规劝，啊，认为规劝他不能理解，他不能接受，那就一笑了之，尽量去回避呀那个后果，那不善的后果。啊，这就对了。永远是快乐的 啊，这才叫真正入门了，入佛门了。我们现在的心不清净啊，为什么呢？有执着，有分别啊。哪些事的呢？说不尽啊。简单说一个，执着身是我，这就是染污啊！你还有身见呢，这头一关呢啊！执着身是我，佛说这身不是我，那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，就像衣服一样，这衣服是我所有的。不是我，这大家容易懂啊。衣服脏了换一件，同样的道理，身不是我，身是我所有的，用个几十年啊，像个机器一样用旧了不好使用了，再换一个新的，再换一个新的身体，这就对了啊。真有功夫的人啊，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人的这个细胞啊，身体里面细胞啊，每7年是一个周期啊，它是天天都在换。7年的时候，旧的细胞是一个都没有了，全部都是换上新的了。那我们要问，它为什么越换越差呢？那这老化了不就差了吗？越换是越不灵光了，为什么不换成新的机器呢？要换成新机器的时候，那你就不长生不老了吗？为什么要越换越差？你想一想这个道理，晓得？童年的时候天真呢，10岁到20岁。这个7岁到17岁21岁啊，这个换的时候几乎换的都是新的，没有什么差别，真的是好啊。20岁以后啊，那一个青年就不如一个青年，为什么呢？自私自利起来了，妄念起来了啊，跟着你的欲望啊，贪嗔痴慢，那好了，越换越差了啊，越到老执着越严重，那就更差了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身体细胞新陈代谢的这个换更换，听谁的？听我们自己的意念。所以如果你真的得清净心了，你所换的全是好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有衰老的相啊。如果你要是得平等心了，那换的几乎都是跟心的相同的啊。我们就讲了，那菩萨了啊，年18了啊，菩萨所换的那个身体的相啊，因为他有平等心，他不但清净，他达到平等。清净是菩萨心啊，是这个阿罗汉的心，平等是菩萨心啊，觉
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那是佛心啊。所以清净平等觉这三个阶段啊，所以他们懂得了，我们一般人患得患失，贪而无厌，所以越患越差。啊，五六十岁就衰了。啊，这是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。啊，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。啊，你看菩萨教我们，我们修净土终极的目标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求生极乐世界第一个要紧的条件，诸位要记住，这经上常讲，心净则佛土净。你心地不清净，你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，一天念几十万声，不一定能往生。那这样为什么心不清净？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享受啊！极乐世界太好了，我是去享福啊！啊，这个念头不能往生，与极乐世界的那个里面完全相违背的。啊，要知道极乐世界是学校，你可不能把学校当作家。啊，进了学校就不想离开了，这不可以。啊。你毕业之后一定要离开啊，那个地方是培训你成佛的啊，你是去上学，成佛之后你得离开啊，离开到呢，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去啊，你不能老念着那个地方啊，你有这么一个动机，不但阿弥陀佛不会接引你，极乐世界的居民也反对你啊，你怎么能去啊？所以头一个条件的是无染清净心啊。这么多年来我常常劝导大家啊，怎么学佛，头一个学清净啊，我提出16个字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。啊，这16个字真正做到了，有没有入门呢？给诸位，没有入门。啊，我说得很明白，不要把我的话误会了。但是我已经带你到门口了。啊，带到门口，那入门呢？那要佛经上的条件啊，那就是你要把身见放下，真的这个身不是我的，不再为这个身去造业了，这就对了。你才能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决定不再为这个身了，身舍掉了。第二个要放下边界啊，边界简单的讲就是对立啊，再不会呀跟人对立了，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啊，便是两边呢，不但不跟一切人对立，跟一切动植物也不对立，跟山河大地也不对立，跟自然现象也不对立啊，对立的念头没有了。诸位要晓得，对立念头放下了是一个什么境界呢？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一体就不对立了，那对立就不是一体啊！啊，对立里面生烦恼，所有一切烦恼的根源就从这儿生的啊，所以这个要把它放下。
啊，再呢，再要把成见放下。啊，中国人讲，我认成见很深。佛法把成见分成两大类，一个是因上的成见，一个是果上的成见。啊，没有成见，人到没有成见的时候，你处事待人接物就一帆风顺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自己没有意思，啊，别人多好，啊，但是你有智慧，你能判断。啊，别人提出来好的，你一定服从，一定随顺。啊，提出不善的，你可以规劝，啊，认为规劝他不能理解，他不能接受，那就一笑了之。啊，尽量去回避那个后果，那不善的后果。啊，这就对了。永远是快乐的啊，这才叫真正入门了，入佛门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